我哋食完饭咧，决定去山姆扫货。星期日咧，超级多人。离远已经见到有一堆人喺度入会啦，整会员证。终于可以上去啦！一上到去咧，已经被呢啲圣诞嘅装饰咧吸引住啦。啲公仔又挂晒颈带啦，有圣诞树啦，有圣诞鹿啦。呢套圣诞物一套有三款。有鹿啦，有圣诞老人啦，同埋雪人。呢只狗仔超可爱啊，但系好重，所以我决定净系同佢影相。再行前啲咧，就会见到有一堆圣诞嘅 box set 可以送礼用嘅。呢套嘢一盒有两 set， 每一 set 都有八种菇，可以用嚟煲汤啦、打边炉同埋炆煮。螺蛳粉打边炉应该会非常之咁臭。圣诞节又嚟啦，而家我哋应该要买定啲礼物，我嚟开 party 交换礼物用。男仔有好多车款拣嘅，有工程车啦，有一套40嚿细车啦，消防车啦，仲有四驱车，有8只款咁多嘅。呢套嘢有消防车啦、消防局啦，齐晒入边嘅嘢都几抵买嘅。而家到女仔嘅玩具咯，咁咧呢个咧就系一套首饰嘅套装。呢套嘢咧系俾啲小朋友整指甲嘅，好多嗰啲指甲贴啦。去到呢层最尾咧，你会见到有啲新年嘅礼盒，有燕窝啦、满汉全席啦、同埋一堆嘅海味套装，有鲍鱼啊、菇啊，唔同嘅款式啦。呢个奇旺一盒有成24个咁多，先59.9，佢超甜，真系超甜。上次见到已经好想买噶啦，今次买嚟试下。呢个牛肉卷个个都话好食，咁我买咗呢一盒啦，几时？今次试下佢嘅牛角包。今日嘅收获就系咁多，我等我翻屋企开箱先。